大家好，我是蘇林，今天就跟 Josephine 和 Kit 哥過去行山，因為人生第一次。Josephine 都我也是第一次。我估不到，我健身第二年是第一次行山。我們還是選了一個三粒星來行，三粒星是 OK 的。OK， 今天我們是會行這個百里豪徑的第七段和第八段的。這個呢就是百里豪徑第七段。遲一日先拍照，跟住開始就係全部都係梯級。好彩嘅係今日冇落雨，咁就唔怕跣咯。因為今日我哋兩個女仔嘅裝備係唔合格嘅，其實對鞋咧係啲出街咩拉長隻腳啊、增高鞋啊，係找唔實呢度啲泥地嘅應該。係一嚟到就俾阿傑哥講咗啦，你對鞋啊唔啱啊嚇。嗱，傑哥，人哋係著呢啲鞋，係絕對係爆分嘅。喺行山嚟講係，一路都係梯級上去，所以唔係好難。OK， 但係都幾全。最難咧？請問，即係冇梯級咁樣，但係車路。唔係真係好斜，唔得啦！我哋開始咗好似唔係好耐咋嘛，有冇二百架？我記得十分鐘前咧，有人就話：，誒，點解今日我哋行呢個有啲簡單？我後悔了，咪真係有啲傳聞講笑。開頭阿蘇蓮仲話係可以揀啲難啲嘅，係啦。係，加油！你行都咁辛苦，何況起？好在香港有飛行服務隊。蘇林上飛行服務隊，哇！真係上頭條第一次，澳門小姐上呢個飛行服務隊。沉默的蘇林，我只喺度影相，其實我哋唞緊。今日唔落雨係好事，如果唔係我兩個應該碌個山去。嗰度就係山頂啦。好近啊！好近啊！唔够十分钟，我听唔到咩？后面就是沙田啊，嘅正方后面咧就系狮子山。哦，你话个形状似狮子？系啦，嗰度就系狮子山。跟住咧，你嘅右手边就系呢个港岛区啦。我哋头先就喺顺德中心嗰边过嚟噶啦。平时睇片啦，或者睇相，终于见到深山。哇！系嘛？平时影相都系呢个位噶嘛？系啊。是啊，你真的要拍下我的腳，好攰咯，顧唔到，即係香港啲山係咁。登頂嘅時候。登頂。真的攰，真的攰，一點幾公里啊！好渣，講出嚟，但其實好攰啊！好勁啊！到咗啦，急死！幸福的。靓啊！呢度望落去，其实香港好似真系冇想象中咁大，但系会估唔到佢有700万个人喺呢个城市。哇！到嚟金山啦，咁其实冇想象中咁难行嘅，因为佢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有梯级啦。如果你行下停下嘅话咧，基本上系可以完成，有少辛苦嘅。咁你始終係斜啊嘛，有一定嘅高度。但我覺得普通人如果你行得慢嘅話，係絕對可以完成嘅。雖然佢有三粒星啦，同埋我今日同呢兩個咧，佢哋都係有運動底嘅。咁基本上都係我話要停嗰、那個，佢哋就可以不斷行不斷行。咁睇下你同邊啲人行啦，有啲可能 hea 啲嘅話咧，咁其實一啲都唔難去完成呢一個路程嘅。
先生。You'll be fine. Yeah. Okay. Yes. 物理好景第七段。我哋而家咧就上紧呢个大帽山顶，咁呢度咧就系物理号径第八段。好啦，我哋一嚟到大帽山嘅物理号径第八段。哇！哇！救命！好靓啊！哦，锦田百香，系咪我哋？太高咧，睇落去佢啲屋好似都唔係好高啫。係啊，其實佢呢邊啲屋係會矮啲嘅。矮啲嘅。係咯。為咗裝逼，你可以去到幾盡？冇盡頭。呢度係呢個大帽山頂嘅麥理浩徑第八段啦。咁你同你想象中嘅感覺係咪都好相近咧？冇想象過。我冇做功課，即係睇上網睇嗰啲相嘅，所以我冇諗過香港嗰啲有啲咁靚嘅地方，好世外桃源咯。今天的行山就到这里了，我们要去搭边路啊！消耗完之后就吃翻啲劲嘅，好开心！耶耶耶耶，忍咗好耐啦，佢，我系我。OK， 咁我哋下一条片见啦，拜拜。教练话最后。